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儿呢，就理解这么一个概念，这么样一个俗语的一个表达，什么叫做新加坡的土生土长问题？就是陈友炳先生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陈友炳先生他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中国水墨画的画笔啊，这点不一样。我想谈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文化身份问题，并且呢，他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中国水墨画画笔。新加坡是个什么地方？我想在座的同学可能有在旅游的过程中呢，他去过，我们也去多次办过去。那个地方它是个非常西化的，是个非常的 westernization， 是个非常西化的一个大都市啊，就是个 commercial metropolitan， 是个商业大都市。它实际上是东西方文化在这个地方汇通、总和、冲突的一个语境下交集在一起。那么西方的主流文化在这儿是作为一个文化权力在这掌控的啊，我们都知道。因此呢，如果是陈友炳先生他是在新加坡这样的非常西化、这个商业化的一个经济的大都市中长大的一个画者的话，那么他在整个的水墨画的风格上那么样保持，还能够保持中国水墨画的一个基本的传统。当然他们有变的地方，有接受西方影响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你在大陆的这个汉语一样做到这一点，那是非常自然的，我们看了很多了也是。那么来自于新加坡这样一方这么一个商业大都市的，他说这个地方就是国家的概念，就是都市的概念，国家就是个大都市。那么他保持这样的中国水墨画的这样一个技法，还有这样的气象，我觉得是真的是不错的。为什么？我们充分地考虑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西化的啊，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著名表现意识都在这地方这样就是崛起，而且是个主流文化。而且呢，新加坡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术语，就是 postmodernism， 用后现代 postmodernism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用这样的话来描述这样一个都市的话，它是后现代的文化，西方的后现代的文化，后现代的文明在这是充斥的，而且非常的张扬啊。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个城市它是个非常后殖民的一个城市啊， postcolonialism culture 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因此我看了这么多作品以后呢，其实你说他的陈先生的他这个绘画，他的技法和的气象，那么和大陆本土的这个满清二三十年来崛起的画者呢，基本上是平起平坐。在这样一个路数上，一个方空间中，他保持这样一个创作的一个本土的风格和我们的建设风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的文化身份就决定这一点，他是需要坚持的啊。我们对他的尊重是定位在他的本土的新加坡的这样的西方化的一个身份上来看是他，这是他的精彩之处啊。而且我还认为呢，他是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画者，水墨画、油画，包括雕塑也做一些，而且呢能做一些诗文。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画纸能动笔的，在纸上画得很娴熟的，在技法上很 perfect 这样的画纸非常多了。有时候写起东西来什么都写不出来啊，整个素养非常的低，看得太多了。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吉星做的是不错的，我觉得是不错的。好，稍景暂清澈，目前天气和，许时下野交，霜过知融合，意意秋生草，芊芊下楚河，鱼心心有会，圆岭碧鹅鹅。当清风吹向我时，当清风吹向我时，告诉花，告诉月，告诉世界，世界只看着自己。